二哈真的要哭了。这真是你的孩子啊？你看啊，爸比给你分析一下啊，如果是小七的孩子，那耳朵应该是长的，头上没有三把火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这是你亲生的。哎呀，你俩干啥呢？就让奥斯卡看你还得了？奥斯卡，咋的了？郁闷了？多大点事儿啊？你至于吗？你给我回来，不就是个媳妇吗？把别给你掉一个，用这个，这是我在德国买的苹果十二，官方授权，靠谱的很。最近十三发布了，再加上换季活动，现在买苹果十二也划算了不少。用它拍照，铁定给你拍出花来。你别急呀、啊，今天太晚了，明天，明天哈。没骗你、啊。